黄才伦呢，本身几乎他在排演的时候，我就几乎没有给他什么笔记，我甚至于往往都忘了给笔记，一直在欣赏他怎么会表演得这么好啊。我都希望能跟老师再多磨合，他再多给我拍，我觉得拍多长时间我都觉得不够用。但是越是会水的越往往是被淹死的。如果在这种比赛当中稍微有一点点轻敌，那就会非常可惜。加油，黄才伦，加油！呜呼呜呼耶哈耶！我是伞兵101，我是伞兵101，我降落的地点出现了偏差，我现在挂在一棵树上了，我下不来，请求支援。挂在哪棵树上了？啊？我挂哪棵？我也不知道是哪棵树啊，不，这可能是敌人营地里的某一棵树吧。你确定是敌人的营地？我非常确定是敌人的营地，因为我身后就有一个敌人的哨兵在睡觉。哎呦，好，拿出我们给你的定位系统。这个怎么用啊？这个，摁下红色按钮。好，我们已经追踪到了你的位置。由于你的位置过于危险，我们无法营救。再见。喂，总部，我去。哎，一个人来的呀？小伙挺刚烈呀。下来吧，兄弟，我挂住了，下不去呀。别动啊！哎呀，别动啊！别动，来，把东西给我。别动啊！别有任何动作。把装备都卸了啊！别动，来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兄弟，别开枪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投降？我投降。这时候投降？我投什么降？我投降。哎，你别动啊！我不可能不动，不动那是王八。你动我就开枪了！你开枪我就拉手雷。别，同归于尽。你不敢？我不敢。你看我敢不敢？哎，大哥，哎，用过手雷没有？哎，我松开手，超过3秒就爆炸。哎，大哥，你冷静点，你们。哎呀，大哥，哎，别，他错了，大哥，什么人？大哥，你别吓唬人了，大哥。哎，别玩笑，咱俩冷静下来聊一聊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数1、2、3，咱俩把武器放下好不好？行，来，1、2、3。哎呀，别松手啊！对，这个不能放，这个别松手，这个放不了。对，好的。哎，什么东西？蚊子。我你们这儿的蚊子这么大啊！哎呀，我他叮我后背了！别，大哥，你忍住！不行，别太痒了！你忍住，让我挠一挠！别，不能挠！不行，太痒！不能挠！大哥，冷静，我来给你挠，好不好？来，慢点，来，我来从后面来。好，哪儿？你就说是哪儿。不行，往下，再挠挠。哎呀，好了没有？哎，对。哇，哎，小雷呢？哎，顶住，顶得死死的，大哥，不顶住就炸了。是，我知道，别松劲了，没松劲。那个，大哥，这么摘的，有点累呀。是，我也累了。那个兄弟，我有个提议呀。你说，你把腰弯下去。啊，对，弯腰，然后呢？对，再弯。好。好，我弯了，再弯，我弯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听着别动啊，好嘞。大哥，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真得歇会儿了。你，哎，
我有个主意啊，来，你听我的。有什么主意？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对，夹住，夹住，夹住了，夹住，夹住，来坐，往下坐，快，慢点，一点点坐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来，坚持住，来，好的，对了，来，哎，不是兄弟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？不行，大哥累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坚持不住，咱俩都得死啊，都得死。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那个卡在哪儿了？手雷卡在哪儿了？卡屁股这儿了。这样。我把身体往左晃，你往右晃，咱俩把手雷晃上来，好不好？行行，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走，来来，别动，来，好了，哎，到哪儿了？蹭上来了，到上头了，上头，卡住，卡住了，来，给他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行，我来拿，大哥，你别动啊，你别膈应我，谁膈应你了？大哥，你别晃，大哥，我就演好，我抓起来的，大哥，半夜不睡觉干什么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这他，别乱说话啊！乱说话都得死啊！那个长官，这是我哥，我哥大老远的从老家过来看我来了。你哥？对对，是我哥，长得还挺像。不是，咱俩衣服颜色都不同，他看不出来吗？我这长官是色盲。不对，有点不对，不对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对了。那怎么办，大哥？兄弟，说句实话啊，我真是不想打这场仗。是我也不想了。那咱俩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谁知道了？这样吧，兄弟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等战争结束之后，咱俩拜把子做兄弟。行，来，咱俩把手雷拿出来。好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大哥，我自己来。来，夹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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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好嘞，好，拿住了，拿住了，大哥，哎，咱俩一二三把他一起扔出去，我趁乱跑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大哥，就当没看见我。好的，好的，兄弟，友谊长存。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哎，大哥，快走，兄弟。这是个闪光弹，那个刚才，哎，那边是在那边，哎，往那边追，快追！完了完了完。我这回完了，别慌，别慌，别慌，还有没有闪光弹了？我这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来来，等他们过来了以后，拿闪光弹晃我们，把我们晃了，你就能跑了。行，那我不也得被晃了吗？来来来，我这有个墨镜，你戴上它扔啊。行，别犹豫了，赶紧扔，兄弟，再让我看你最后一眼。不是，你赶紧扔吧，你赶紧扔吧。不是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是不是傻？不是，兄弟，我先走了，兄弟，你慢慢走，兄弟。